在第一题这个区块，才不会散掉，这样懂吗？哦，所以你抓完图之后，第一题一定要先命名，把它改个名叫零一。同样的，如果第二题就改零二，后面才是开你的载具，先 log in。拿什么东西？哪里有我们？这样。下一页就有第二题了，到教育没有？到教育书柜里面有五题哦。有没有那个竹垒球的地方？在黑板上也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及时抓到各球。怎样？我枪射平静，交往过。现在看，这个是第五题，对不对？零五，怎么样？各位的出了四个了，六个了。选完之后又是战术，不管我是在收尾或者是在打击的时候，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用，会有720正。这都是他们会去应用的，这都是什么？一个班的团队精神。今天我们带你部分，那你们刚刚的国文课。